家人们，这个羊尾巴油啊，好久没放给好好吃下了。这个东西对人身体好处太多了，家家宝宝们都适当吃点，让家里面老老小小的都吃点。昨天都说过了，这个今天晚上就光吃这个，别的啥都不吃，吃点虾子。切一个薄薄的厚厚的薄片。这个清炖羊尾太好了，太棒了。